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俞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四位导师的人生智慧，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还留下一个孩子，这段经历其实影响了我很多年，都是他带我走出了阴霾。我跟他在一起这些年一直在等待他给我一个态度，以及我们可以结婚生孩子，但是他始终不能给我答案。我目前是没有办法接受再结婚和生孩子的，我在没有认定下一段感情是牢不可摧的之前，不想考虑任何结婚的事儿。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我希望跟他结婚，但是他始终拖着不谈这些事，我很委屈也很难过。有请这对情侣，有请。谭先生29岁，来自四川，职员。严女士27岁，来自四川，职员。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评委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哈。有人想结婚是吧？哎，是的。有人不愿意嫁是吧？啊，是现在不愿意嫁还是永远不愿意嫁？现在暂时不愿意。哦，暂时不愿意，以后还是要嫁的是吧？啊，肯定得嫁人嘛。这不就行了吗？那么着急结婚干什么呀？年纪轻轻的29岁是吧？不小了年龄，现在家庭还没结婚，还没生孩子，压力有点大。人家又向您求婚了，为什么不嫁呢？不嫁的话，也是因为我就是自身的原因啊，说说不是说不想嫁啊，可就是暂时不愿意嫁。啊、不愿意嫁呢，是因为，第一，现在啊，我是处于就是事业上升期这个阶段，我就觉得，暂时先不着急结婚，对吧？生孩子这些。嗯。第二个，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有一个小孩了。所以我就觉得，27岁，啊，您孩子多大？5岁，刚满5岁。我和我前夫离婚以后就认识他了。那你那段时期有多久啊？在婚姻当中？1年左右。对。是因为孩子结的婚还是什么？对，就因为孩子结的婚。但是22岁那个时候有很多选择呀，可以，也可以选择不做妈妈，是吧？对对对，什么原因？我的主张肯定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的，但是我结婚生孩子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妈。哦。因为我妈妈想让我留下这个孩子，因为留下这个孩子有两个原因吧。第一是因为她觉得就是做掉对身体不好，对我的身体不好，她想留下。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她想在她的就是有生之年能看到一个小朋友，就是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22岁，你母亲那会儿多大？40多岁。对啊，很年轻啊，人家有生之年不着急啊。是因为她在我就是怀孕前一年，她有过一次生病的经历，然后这次生病的经历可能让她就是有一些思想上的变化，因为当时就是动手术嘛，然后她医生下达了3次病危，然后医生告诉说就是。可能时间不会很长，然后他就刚好在这个时间段我又怀孕了，他就很想让我就是生下来，所以其实我生这个小孩的原因也大多是因为我妈妈吧，所以我现在就不想再去因为某某谁或者说怎么样的又去让我自己做一些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哦，就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有过一段为了别人而做了母亲的这么一段经历。对，所以想这次的自主权放在自己手里。对。那后来为什么跟前夫又离开了呢？跟前夫是因为要生孩子所以结的婚是吗？对，因为其实我俩感情是挺好的。啊。但是因为我俩都太年轻了，然后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然后因为性格上的原因，所以可能就1年左右，没到1年就分开了。分开之后这个小朋友呢抚养权在我这里，然后都是我在抚养他长大，他本身还小，然后如果我在现在这个时间段马上又去结个婚。哦。然后再生个小孩。哎，我问一下，这个宝宝是你在带还是你妈妈在带？我妈妈在带。现在你母亲身体好吗？倍儿好。
哦，倍儿好。嗯，所以其实这孩子生下来你就没怎么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啊，可以。然后前夫也就很顺利的把这孩子就抚养权就让给你了。不算，你们是协议还是？协议离婚。他们家其实也想要小孩，只是我不愿意，然后我爸妈更不愿意，所以大家商量之下，那也就留给我了。因为小孩那会儿年轻嘛，男孩。跟谁姓啊？跟他的亲生爸爸姓。哦，哎，你看他对这一段就特别风轻云淡，而且也没有什么恶语相加的，就是就很正常，啊。嗯，对。行，挺好，性格特别好。之后就碰到他了。啊，我跟他是很早之前认识的，比我前夫认识还早。但是那时候咱俩是朋友，对。然后我离婚之后，我才跟他有联系的。这为什么离婚之后又有联系呢？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你都结婚了，对吧？啊，你总得和身边的异性保持距离嘛，所以那段时间就没和他联系。然后我离婚了以后才和他联系的。是你联系他，他联系的你？他联系的我。你这叫贼心不死，我能这么理解吗？啊，没有。你当时联系他的时候是只是作为一个普通朋友，知道他离婚了，再续上了联系，还是说那个时候心里还有他？不，那时候本来以前就有挺喜欢嘛，然后他离婚的时候不肯定。你喜欢你为啥不追呢？被人先下手为强了，没办法呀。然后呢？离婚之后，离婚后他不是还都会挺难受的嘛？啊，然后就因为我们的朋友圈有些还是互通的嘛，然后就知道他离婚了，然后状态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时常的去想关心一下，去看看他现状啊这种。嗯，然后就有联系上了。那是谁向谁告白说我们从朋友关系变成情侣关系的？没有说告白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对我很好，啊，我就欣然接受。因为那段时间确实需要一个人来抚平我的内心啊，他就做到了呀。我就觉得，哎，他说他喜欢，那我说你喜欢就喜欢吧，那后面再说呗。你还挺公主的哈，就是想要娃有人跟你生娃啊，想要有人默默守候还就有人默默守候。见过你父母吗？见过。咋样？喜欢吗？喜欢。家里知道他有过婚史有过娃吗？知道。介意吗？不介意啊。这不多好啊，姑娘，嫁吧。嫁没问题，还要再生娃那可能有点问题。你是现在着急要娃吗？我就说生娃的事儿，他不愿意。不是，你先娶回家再说生娃的事儿吗？啊，不，这到以后万一有这方面的问题，难道又再经历一次吗？不可能吧。那先事先至少大家有那方面意愿。你是特着急要吗？也不是特着急吧。那不就完了吗？你就约定一个期限，两年行不行？三年行不行？婚后两三年要个娃行不行？不行。为啥？就是你，我现在不想生，对吧？我告诉你，我俩答应你了，我俩结婚，那后面我不想生娃，那不又得离呀？不是，你现在是确定了以后就不再生孩子了，还是说怎么了？其实我不想生孩子有两个原因啊。第一是因为我现在这种阶段，我不想再去经历怀孕的过程，然后生产的过程，因为这个中间得到两到三年，我是属于我自己一个人得扛过这个时期。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我就觉得如果我要再结婚再生个小朋友的话，我得问问他的意见，因为我本身就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了，对吧？然后我再冷不丁的再给他生一个弟弟妹妹啥的，对他影响得多大呀？我得问他的意见呀。你跟他们家那小朋友聊过吗？见过吗？见过。关系咋样？可以吧。关系咋样？好得很。接受不接受？接受呀，但是当爸就可能有点，就暂时还不能达到那种程度。就是，那他的生父来看他吗？嗯，都会，就关系都还是挺好。那结婚为啥不行呢？结婚在我这儿我就觉得好像是一张纸，然后你现在他也不着急呀，对吧？你说你是着急结婚还是着急要娃？这不是应该都一起的吗？那你打算拖他几年？看他啥时候同意呗。同意啥？不要孩子？嗯。哦，你是再结婚是不要娃了，不是缓要娃是吗？我想法是这样的，对。这个好像不能接受哦。哎，是有点。你爸妈也不会同意吧？对嘛，因为现在我们这一辈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嘛，然后你说不要娃，可能老一辈的可能有点想不明白啊，这种。
这可咋整呢？那今天来这儿是为了啥？你肯定是希望他们说服他给生娃是吧？那必须的。你来这儿是为啥？就是说服他不生娃。分手好不好？分手啊，他不愿意啊。你可以接受分手？我也不愿意啊。为啥不能分手？怎么说嘛，因为很长时间了嘛，因为而且大家也一起度过了很多事情。你们俩经历的最大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度过了很多事情。他的高兴与不开心啊，然后我的事业低谷啊，人生低谷啊，我们都在一起过的。肯定让你一辈子不要一个自己的娃，你是接受不了的是吧？那肯定心里面肯定是想要的。那你就不能为了他？我那个小朋友生下来可能也就四个多月嘛，然后我就跟我前夫就分开了，然后一直都是我在带着他，然后其实他和我们家小朋友关系会更好，然后我们家小朋友生活里面他出现的影子会更多，就在我看来他已经是小朋友就是父亲的那个角色，懂吧？就是我就觉得血不血缘的就还好，其实感情最重要嘛，对吧？我就觉得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换而言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你们俩交往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那会儿是朋友嘛，他跟你儿子的接触就特别多。是这意思吗？对，就等于谈着恋爱就做了义务上面是爹的一些事儿你都做了。我这么理解行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朋友很多，我们朋友也是那么对我们家小朋友的，就他也是其中一员，但是我前夫可能就做不了那样，就在我你是怎么就你现在让我就我其实不关心他们分还是合了，就是你是怎么做到这么自洽又这么自信的，就让一个男人对你这么如此死心塌地的？因为我看得比较淡，就是如果说你确实不愿意同意我的这个诉求啊，那咱俩我不可能为了你我又说啊我就去上头，知道吧？就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我就结婚生孩子，我就不想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你要同意就同意，不同意那咱就所以下一个我们就用一个非常俗人的方式要问一个问题了。他们说这个大概就是不爱吧，因为这个人离开或者留下来大概都不会在你的内心掀起什么波澜，这是不是就是不爱呢？而恰恰是另外一个人太爱你了，所以你在持爱行凶啊，会有这样比较庸俗的问法，对吧？我就把这个庸俗的问法问出来。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啊，就我到底爱不爱他啊？是，比如喜欢太肤浅了，爱不爱，爱不爱才能结婚嘛，对吧？但是你说不爱呢，我生活里面不能没有他。那你说我非常爱，对不起，和我们家小朋友，我就觉得他好像不太能够站到第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个排序里面，儿子排第一。啊，肯定。听这话难受吗？难受说不上。哎，你们俩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现在科技很发达嘛。取个卵子，取个精子，冷冻起来，对吧？儿子到20岁了，成人了，20年以后，您是50、49，您是47，咱再通过科技的方式再生一个，这行不行？哎，我想过，我真想过啊，反正后面也没有过多说，就不了了。这个行吗？啊，这个可能等20年久了吧。我光想着我们40、50岁了，但父母嘞，那上面那一辈。再过20年，那就不是40、50岁了。所以对你来说，到底是对父母考虑的更多，在要孩子的层面，还是对自己？我觉得都有吧。有没有担心过？可能就这样，我们再往下走个5年、10年，到第10年的时候，可能他真的就因为这个扛不住了，转身就走了。不害怕吗？害怕，我是想的，反正先这样耗着，后面我想通了呢，我们家小朋友接受了呢，也不是说不能变，对吧？反正先这样。所以现在生不生的决定权其实不在你俩，我这么听完之后，生不生的决定权在于5岁那小男孩，是吧？就是当那依你的这个，你做他的工作呀，你去做他的工作，你有跟儿子开始做这个工作吗？我有啊，我有问过他，其实他是他不愿意，为什么我会这么坚定啊？是因为他不愿意，他不愿意是什么原因啊？他有一件事儿，就是之前我们同一个小区的和他玩的比较好的一些小朋友，他们爸妈其实是就是原生家庭，后面他俩离婚了，然后那个他是随着他父亲生活，他父亲重新找了一个，然后就给他再生了一个妹妹。
然后从此以后那个他家里面就对他不怎么好了，就关心上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肯定啊，那个小啊，对，精力会分散嘛，对吧？然后他就会给我们家小朋友说，他说啊，我的爸爸妈妈去带着谁谁谁去哪哪玩了。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以后你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他说我不想。我说好的，不想就不想。我给你讲一个最极端的，我们小区有一个初中的孩子，亲爹亲妈跟这姑娘商量，说再给你生个弟弟妹妹行不行？这姑娘寻死觅活的，后来说行，要生可以，两个条件：第一，送我出国留学；第二，现在你们把分配给我的财产给我写好了。真事儿，后来真的生了个弟弟，这姑娘真的就留学去了，在家里一天都没待。我们有时候跟他那个跟他母亲聊天，他母亲说太惯了，说有些时候小朋友的一些意志是我们成年人给他的，非常后悔，说在他再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一些规矩感的东西，能够让他明白生活不是他一个人是中心，他不是这个世界的太阳，可能就不会这样。多难受啊，养那么大的闺女儿就因为有个弟弟说走就走了。有启发吗？我还是比较自私，我就觉得不是，就是孩子的视角是孩子的视角，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没有形成的，我们成年人难道就一定要围绕着孩子去转吗？那你的人生呢？看起来特别独立啊，但是好像你的人生就在被绑架嘛，生不生的问题上被母亲绑架，要不要生的问题你自己说的，我不能因为被我母亲绑架过一次我就怎么样了。那你现在不是还在被绑架吗？不是在被你那个五岁的儿子绑架吗？听起来你说的全是道理，母爱四溢的，但是我怎么觉得有点惯呢？你为什么没有力量和自信说我可以说服我的儿子不仅欣然接受，还会让两个小朋友的关系特别好呢？所以你怕什么？我一直认为不生而不嫁核心在于不嫁，而不是不生。那么为什么一个女人不愿意嫁给一个男人呢？我没有不愿意嫁呀。就是不愿意嫁啊。我没有。客观事实就是不嫁呀。我不管。进入丘比特问卷。伯公兄，其实赵川老师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明白，这就是不爱嘛，这就是还没有到我要投进这一个男人的怀抱，成为夫妻，我要为他生一个孩子。因为爱才有了爱的结晶。当然作为再婚会考量很多，但恕我直言，女生，我认为您是天资聪明的人，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人，你是敢在孩子四个月的时候选择离婚的人，您对自己的选择很干脆很利落的，但是你在对他的这个爱当中不干脆不利落，因为你也明白你对他的爱不要说100%，我认为50%已经是碰顶了，最多就是在喜欢上面有点爱而已。所以你就直说嘛，不要推到一个五岁的孩子身上，他是没有世界观的呀，他就是看大人举动的呀。所以我们不要找借口，不要找理由，问自己。谢谢，谢谢郭宏兄，谢谢老师。曲总，女生问你几个问题哈。如果有一天你儿子说，妈妈你复婚吧，你会答应吗？不会。哦，为什么呢？你不是以孩子为重吗？孩子是第一位啊，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呀。真是小孩子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你是否和这个男人结婚，孩子的话真的那么重要吗？未见得呀。你不是不想要孩子，你是没有信心和他在一起有一个孩子，是还是不是？对，他能为一个男人闪婚，但是却是一个多年来对他情有独钟的男人不见，
他明明知道你及你背后的你的父母这么想渴望跟他有一个结晶，但是他始终有借口说不要，他说孩子是第一位，你好像是挺合理的，对不对？你也是对他孩子很好，但是断然不是这样，他没有真真正正的爱上你，无论你做什么你没有错呀，但就是不想把这心交出来，挺难的，为难人家他也挺难的，所以要好好想想吧，好吗？话只能说到这里了，就这样，谢谢曲哥。曹老师，我简单来说一下我的感受啊，你们两位的气场给我的感觉都很坦然，尤其是女方在叙述这个整个事情的时候，给我们的第一感受就是你面对这些问题你都很从容很坦然，就像刚才川哥说，就是云淡风轻的就把这事儿说明白了，然后男方也是很像很耿直很憨厚的一样，对啊没错，他也很坦然接受这些。但是刚才说到最后的时候，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有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去想过，不是刚才你解释的不够全面，是你说你为了你的母亲在他有生之年，这是你刚才原话啊，我提前能看到一个宝宝出生，我可以要这个孩子，然后一年以后我就离婚，非常果断。那如果站在他的立场上，其实他考虑的对，他可以等你啊，他也可以陪伴你啊，但是站在他的立场上，他的父母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不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拖着，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很简单一问题，说那么多都没有什么爱与不爱，没用，两个人已经说，刚才你非常笃定的说了，反正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你能说出这句话来证明你们俩都已经破罐破摔了，很笃定了，俩人就捆一块了，但是就是在这孩子的问题上纠结。那么就翻回刚才我说那句话，你为了你的母亲能做到，那你如果真喜欢他的话，真爱他的话，那你考虑过他的父母没有？我说完了，就这些，谢谢曹老师。雷老师，我问一下您喜欢对面这个女生多久了？八年了吧。你那时候看得出来她喜欢你吗？说实话啊，关系好，但不觉得她是喜欢我。哦，关系好，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我知道咱们关系好，但是我真没发现你喜欢我哦。然后扭头，我跟她结婚了，还是闪婚，闪婚了之后还是奉子成婚，是吧？然后扭头，我又跟她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哎，你还在。您是备胎一直没转正啊？因为那时候年轻嘛，八年前我们大家都才刚……哎呀，想当年呢，我不是没表示，人家不是心里不太明白，然后等啊，我爱呀，然后人家看见了不当回事儿，人家该跟谁闪跟谁闪，该跟谁运跟谁运，嘎巴就结婚了，忍了。忘不了，一年又离了，离了之后忍了，还是忘不了，我还在。所以刚才你这女朋友说了句话，反正她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你离不开她，我看得很明白，她离得开离不开你。五年前你看得明白吗？然后呢，我问一下，你独生子吗？啊，独生子。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你们俩今天嘎巴就接了，您就把您这个坚韧的精神，八年了坚韧的精神继续死扛，不要娃 OK， 不要娃。你是独生子，记着注意你的压力啊。今年你的压力是这样，你真的跟他说好了不要娃，我们结婚结了十年，你父亲那年多的岁数？父亲今年53。好，到你父亲63那年，你父亲看着你，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会有多的压力？你母亲看着你，你觉得那时候你会有多的压力？在你和他共同把一个5岁的小宝宝逐渐抚养成人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跟你要宝宝，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婆媳关系还会继续和睦吗？想想。谢谢李老师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命题其实特别特别简单，就是面对一个我没爱上的人，或者叫我不足够爱的人，我要不要嫁给他？命题其实在这儿，其他都是伪命题，对吧？你一定不要再反复的说，我问了我的儿子，
我给他生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他愿不愿意？我儿子说不要，我就决定不生了。你一定不要再强调这个。随着你儿子长大，他记着这个。哟，我妈是因为我后来没有生那个弟弟妹妹，跟我继父离的婚。你要给你儿子多大压力啊？你不要再跟他强调这个好吗？你自己愿意生生，不愿意生不生。其实您愿意娶就娶，别拿孩子说事。他是习惯性的摔锅侠，就是还是因为得到的爱太多了。你荒唐，你先孕吧。碰到了一个好妈妈嘛，妈妈的核心是怕姑娘受伤害嘛，就是支持嘛。你现在我生这孩子锅是我妈的，你把所有的锅都没往你自己身上背一口，今天又把这个锅摔给了儿子，你给我背一口你自己人生从22岁开始到现在跟他交往这个经历，你错在哪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我们今天只想干这个事儿，没有人要逼一个女人嫁人，没有人要逼一个女人去给一个男人生孩子传宗接代，没有人要逼着一段关系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结果。你有没有反思过你人生的错误到底在什么地方？姑娘，你自己去反思一下。因为你这种所有的刚强支撑起来的所谓自信也好，风轻云淡也好，还是对这个也好，如果失去了这些人对你的爱和尊崇，你现在还有什么？你拿什么自信地站在这个舞台上说这些？如果你的母亲没有帮你带这个孩子，让你非常之狼狈，如果这个男人就因为你是离异的带一个小男孩而嫌弃你，他提出的条件说我就不娶你，我就这样那样，你拿什么在这个舞台上这么自信？就是你爱是充裕的嘛，所以你都看不到爱了嘛。你要真没爱上你，说我没爱上你，我现在没有，因为没有爱上你，我觉得我现在要嫁给你是唐突的，我需要有时间重新去调整。也没有人逼你一定要在这个现场做什么决定，但是希望您把您那个心里话都告诉他，生活不要太自私哦，要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自己好好想想呗，啊，不一定现在说，回去后面说也行。哎，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我们委屈了你，你爱他是吗？爱呀。爱他，愿意给他生个娃吗？爱就得生嘛，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太……不是，因为他就想要个娃呀，你都说爱他了。那他都爱我了，咋就不能接受不要娃呀？行了，听明白了，特别好的问题，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没有问题了，我没有任何问题了，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伯伯兄，你来猜猜结局。似乎两个人都值得尊重，但是人生值得，恋爱值得，婚姻值得，又透出了很多的自私。唉，男出女不出，我觉得双出啊，因为咱没设定条件。你要说设定条件的话，是生与不生这事儿就不好说了，一定不会双出，但是他们一定还会回到生活里在一起的嘛，接受嘛，对，双出。哎，曹老师，如果没有男方父母的这个条件，传宗接代这条件的话，我觉得这女孩最后说这句话，那她爱我，她也可以不要，我觉得还算成立。但是人家那边确实，你有一孩子，这边没孩子，人家还迫切想要，我觉得刚才最后那句话挺扎心的，而我觉得一出一不出。谁老师？就是这哥们儿下台之前都说了，你今儿不愿意表态，回去也行。这哥们儿自己都，你出来不出来，我都不会走的。我真离不开你，人家乐意。行吧。意不意外？意外吧。今天我们五个人把实话全说了。在亲密关系里面，亲密关系当中的人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实话。我们既得罪了这个姑娘，也把这个男生的一个梦给人撕了。
你撕碎了一个男人从二十郎当岁就七八年的一段情感的梦啊！这个女人不爱我，我可以接受，你别说出来，咱智慧不够。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